你这辈子听过多少鬼故事？简单吗？简单个屁啊！我叫马扣总，专业厉鬼经纪人，怎么样？要不要和我一起打造独一无二的都市传说？我觉得你一定会中。有才华的鬼自然会被看见，没有实力的才会耍那些小把戏。我们的诅咒名气已经扩散到20万人次了，跟不上时代的鬼，小心会被淘汰哦。简单说，你需要一个必杀技。第36届金鬼奖最佳女鬼奖得奖的是